做零售业真系好有满足感，仲有好多晋升机会。零售业职学计划系3+3嘅全新培训计划，结合课堂学习同埋在职培训，每星期三日喺 VTC 嘅 Ivy 院校上堂，另外三日就接受在职培训。以前我读零售课程嗰阵时，个教学真系好有系统嘅，学识咗好多零售管理方面嘅实用知识同技巧。通过呢个计划，毕业学员已经具备零售管理知识，打好咗基础。如果配合公司有系统嘅专业培训，深化管理嘅才能，累积咗足够嘅经验咧，有机会好快升至管理层。我好快就了解到零售业嘅运作，睇到将来晋升嘅阶梯，对未来嘅发展有更明确嘅目标。